最近呢，在微信朋友圈当中啊，是流传着两张图片。这图片上显示，一个人正在屠杀一只金毛犬，而且在狗还活着的时候就在分割狗腿，引来了网友大量的转载。我们记者呢，也是按照图片上的信息寻找到了这家狗肉店。微信上的信息显示，这家狗肉店在双鸭山市双阳矿区。微信上的内容是11月26号下午3点多，一名市民路过时拍摄的。这个杀狗的主人说要把这狗买下来，给500块钱。然后这个杀狗的狗贩子是为了经济利益说不卖。这名爱狗人士就拍下了几张当街屠杀金毛的照片，传到了爱狗人士的群里。很快，有位雷先生发现，